啊？做咩事啊？大镬啦！我妈问我系咪拍紧拖，仲叫我今晚带埋你上嚟食饭添啊！吓？点解你阿妈会知道我哋拍拖噶？总之你今晚六点上嚟啦。呢个我男朋友叫阿 James， 西伯伯母，第一次上嚟，小小心意，唔使咁客气喎，食餐便饭顺便见下你啫，下次唔好咁破费啦。啊，食饭啦，食饭啦，食鸡髀啊，趁热食。咁我唔客气啦。话时话你啱啱放学过嚟啊？哦，唔系啊，我喺屋企过嚟噶。咁你远唔远啊？哦，唔远，我搭巴士过嚟，好快到啫嘛。我成日都过嚟嘅。初初又话第一次嚟，而家又话成日嚟，搞咩噶？啊，食咩鸡髀啊？我成日嚟呢度打波噶，系咩？我成日落去打波噶喎，我都未撞过你嘅。我睇你唔系第一次上嚟噶啦。我一出世就识睇梅花易数，我掌又睇到，相又睇到，一睇就知你呃人。我喺我女个房度揾到呢样嘢，其实我真好爱晒阿英噶，所以我同得你哋个女一齐，我一定会做足安全措施，每次都会记得戴安全套，睇电视都有教啦，要做个负责任嘅男人啊嘛。系啊，戴 condom 是常识吧？其实女仔都可以要求男朋友戴 condom 噶，只要正确咁使用，除咗可以避免意外怀孕之外，仲可以预防性病同埋艾滋病添。咁你都算系一个有责任嘅男人。嗱，既然你追到我女嘅，你梗系当正嘅女神啦。咁你就要爱锡佢、爱护佢，做一个有 face 嘅男神。系啊，女，你阿妈我后生嗰阵咧，都系女神嚟噶，都好注重安全噶。其实无论你系男神或者女神，都有权利主导使用安全套噶。用 condom 系保护自己嘅表现，我唔会怕丑噶。其实个 condom 是我的，因为懂得保护自己才算得上是真女神。记得 no condom no sex， 女神要有 say， 男神就自然有 face 啦。等伯母都送翻个小礼物俾你，是一个安全套护身符，祝你爆四不二。多谢伯母。好啦，食饭啦，食饭啦。嚟。咦，西伯，点解你会有支枪嘅？点解你冇嘅？系咯，咁我唔会。我知啊，因为你有鸡髀，所以就冇枪啦。行啦，对你讲。你净系得个讲字，咁你又唔使。食紧啦，
幾時食緊啊？盲哥都睇到你冇食到啦。你話叫我唔好食飽嘛？六十歲之前。我叫你六十歲之前唔好食飽啫，你而家六廿一啦嘛。係喎，唔記得咗。